今天全联买了微爆 Power E 能量饮料的静香青柠风味和静芒凤梨风味，我们就两瓶对，喝看看吧。首先开瓶感觉气很强，然后有一股药水味跟着冲出来。倒进杯中看起来气量都蛮多的，两杯颜色一样都是金黄色。我先喝红罐的静香青柠风味，喝起来真的有药水感，感觉香料下的不够重，就是虽然有柠檬味，但那个药水味还是太明显了，味道不太好。这个喝黄罐静芒凤梨风味，这款的味道我觉得比较好。就是它那个酸甜味的凤梨芒果香料，喝起来有压过药水味。顺带提，两款都没有果汁，也没有牛磺酸，全年两罐特价45元，不知道活动到几号。个人推荐两罐都买黄色的劲芒凤梨风味。如果有喝过红色的朋友，也可以留言分享一下心得。我喝了40几种不同的能量饮，有跟机能饮料、蛋白饮整理成播放清单，链接就放在下方，也可以去看看哦。大家拜拜啦！